19岁啊，对，哇，你是妈妈29啊，就是还是小小子，本身真的是原住民小朋友，不是，不是啊，是因为我那时候的老板是原住民，所以我就叫他头目。然后我以前在游览车上面遇到真的原住民哦，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原住民，真的不是。然后他就说你干嘛？原住民很丢脸吗？你为什么不承认？干嘛？然后我就说哦，对对对，我是被强迫。告诉大家哦，吃素食的人可不可以吃山猪肉？不行哦，你们这台车的人比较正常啊。吃素的人不可以吃山猪哦。我头目有讲哦，如果你是吃早斋的，早上吃素的人哦，你就先啃在你的嘴的，啊先咸的，咸到十点你才吞咯。卡了，马上十年过去了，一起来看看我们时光机里面的佩萱。笑容的大家好，我是山猪妹佩萱。哎，山猪妹，声音一样，声音一样，就是这种声音。以前那个才十来岁而已啊，19岁啊，对，哇，你是妈妈又久啊，就是还是小小子，本身真的是原住民小朋友，不是，不是啊，是因为我那时候的老板是原住民，所以我就叫他头目。然后我以前在游览车上面遇到真的原住民哦，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原住民，真的不是。然后他就说你干嘛？原住民很丢脸吗？你为什么不承认？干嘛？然后我就说哦，对对对，我是被强迫，完全没有原则。对对，我是因为他很凶啊。哦，你好乖哦，那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外面打工吗？国二啊，对，我上一份工作做9年，我确定卖什么名，卖山猪吧，山猪肉就卖山猪肉，对，山猪吧，曼波鱼，核桃，哎，他记性真的不好，真的不好，还有翁来秋戏啊，翁来秋戏，翁来秋戏是什么东西？好，凤梨酵素。翁来秋戏，为什么要换？因为那时候疫情嘛，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游览车其实受到很大的影响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工作，然后就想说那份工作也做9年了，是时候可以换跑道，对，然后刚好也有机会，然后就试试看这样。换跑道啊，那现在是怎么样在做直播？对，现在就在做直播。啊，直播卖什么东西？什么都卖。对，因为他这经常在游览车上面，台湾特有的文化，是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客人尿尿完毕之后，他没有要进去逛店，也不一定要尿尿了。哦，就停车嘛，对，就爬山爬完啊，就上来那个计程车不那个司机游览车司机不会阻止你不让你上啊？没有，他们都会自己找我上去。他们有抽吗？没有说要讲这个。很聪明，他还是很聪明咯。可以啦，他们差一点，脑筋还是很清楚啦。他们有抽啦，有啊。他卖了多少？比如这一场就总共卖了3000。啊，然后游览车抽300，类似这样，对，类似的，几箱嘛，我要等啊，你讲，等啊，我等啊，那也不是什么行当大秘密，不是秘密哦，不是秘密，大家都知，对啊，他叫头目拢叫我未使讲啊，未使讲，头目，心两拍，未使讲，2%啦。两百，今天也是共六三千的话，就抽600。对啊，对啊。哇，抽那么多啊！要不要当游览车司机？没错，有蓝枪，他们对，他们是怎么样？他们就游览车司机哦，他就知道这里有抽的，他车就往这里来停了，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，进店买药，到了餐厅呱呱乱叫，回到房间开心绑架，回到家里莫名其妙。就是这样，不适合哦。对啊，旅游的六大皆空了，对，也不知道在玩什么。谢谢佩萱，谢谢佩萱，谢谢，太可爱了，我们。